掘新闻内幕，挖苦新闻人物。我是郑鸿仪，我是虞美人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。哇哇哇！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，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汉先生，那么接下来四位呢？第一位媒体工作者是钟连晃先生，还一位是议员桃园平镇议员的参选人。OK 哈，终于在三个月之后，我又把他讲清楚了哈。谢谢。这是黄敬平先生，好，还有一位是财经专家是汪杰明老师，还有一位是王时琪小姐，欢迎五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那么那个现在是因应这个所谓的精简方案预缺不补吗？不是预缺不补，有些人是不是会预缺不补？想补补不到人。先跟观众朋友讲结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最近有很多人问说，哎呀，教育部长也没有，对啊，这劳动部也都缺人呢，对，因为。那也没什么，特别逗啊！那一天周刊一出来，看完那个影片就知道要倒了。等一下跟大家分析为什么。他一定很紧张啊。他非常，他应该非常紧，可他故作轻松。后来记者问他说：“你跟老婆讲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老婆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什么？都知道我们认识。那他知道你去那么多次吗？哦，他在国外，我会传简讯跟他说。”他得打开张爱玉什么？他已经没办法，所以这就是第一个。他去他家，他老婆不知道。对，这不对。然后呢？可是他却跟他女秘书讨论过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问说：“那你有跟女秘书讨论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。”他昨天跟我讲说。见鬼了，见鬼了，讲了两次，所以他跟女秘书讨论，然后得到的答案是真见鬼，见一回。他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叫他的司机从天母的住家载他到士林去接他的秘书。好了，你说顺便大家很熟 ，OK。
秘书买两份早餐，我们干嘛你把周伯请了？是书记编起来哦，就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坐后面。再熟也没有去载女秘书的道理啦。但是我骗人没有当过官的。哎呦呦呦！对，蹲在那里啊。像他，他以前跟他老公住一起都没有搭便车了。太太都没有在坐他的公务车，秘书可以坐。犀利人气，因为太太没有坐，小三才有的坐。所以辞职刚好而已啊。镜头如果没有拍到是这样，镜头如果拍到是一般你说秘书帮忙老板拿这个公事包，跟他简报今天要做什么，是秘书是接老板的，老板来接秘书。对。早餐你说大家一起有啦，有时候像之前叫马英九，他的秘书去接他，整车人都要吃啊，怎么就没有司机？所以那是个两人世界耶，他们两个坐在后面，他要上车，潘社也坐在右边了，他从后面绕过来。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有两个地方有可疑哈。好。早上就去接他了嘛，所以上班前就在一起了。上班一整天他是机要，他是专门委员啊，然后专门委员的职称，然后做机要的工作都在一起。所以下了班还要吃河粉，生活上很依赖。吃完河粉，对，吃完河粉以后，他有的是直接去他家两个小时，有的是回家以后换上了汗衫，再骑个单车又去了。人家明明就 Polo 衫，你在当金融智慧呢？然后你说谈公事哈，从早上拿了美身呐，对啊。什么鲜？吃虾味鲜，虾味鲜。王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周刊去拍他哦，因为周刊不会随便去拍啊，周刊一定是有人投诉，或者是有听说谁怎么样，好，然后他就会去开始跟。周刊从7月3号拍到他第一次骑脚踏车去那个女生家，7月9号也去，7月16号还有，这三个都是礼拜三，其中7月3号跟4号这两天还比较热。7月4号的时候，他还在晚上吃完河粉之后，还直接就上楼，没有回到家。嗯，连续三个礼拜被拍，可是他又没有过夜。对，没有过夜，但是很多事情不需要过夜就可以做哈。你今天连续三个礼拜的礼拜三回到家换了衣服又去，你说谈公事，我说实在的了哈，没有谈公事，你为什么要回家换衣服？你直接在河粉店谈或怎么样也可以，而且一整天还不够谈吗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上楼之后那两个小时在做什么。可是你这几个动作让他觉得很奇怪。我刚才跟洪杰哥讲的就是，刚才讲买早餐对不对？那是6月24号，大家回去再看网络上那个影片。女秘书在要上车的时候，发现这个 Camry 的右边已经坐了潘社伟的时候，她从后面绕。他绕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往狗仔那边看了一下，转过去再看两家，大家回去看哦，他看了两眼。7月4号他们两个坐高铁在商务舱的时候，对，那个被拍，狗仔也过来拍，女秘书就抬头看一下镜头。这两个时间都在我刚才讲的连续三个礼拜的礼拜三之前。那他如果警觉到了，哎，有人在拍我，他也都看着瞄了镜头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不是针孔在拍我？是不是狗仔？应该不会。他就要告诉老板说，哎，五郎你敢来去不？对，我们最近就要，你至少虽然是谈公事，就不要到我家来谈，我们在外面谈。没有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最耐人寻味。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重点哈，就是他，你说他这个去李秘书家没有跟太太讲嘛？好，那一周刊也出来了嘛？那他这个一周刊出来之后才打电话给太太嘛？他会怎么跟太太说？这个你俩不出来听哇，我的豆啊！那太太会怎么说？那你拎到的代志，你觉得叫不紧？没有啊，太太当然就是痛苦之后还是选择挺他，所以太太就录了音嘛。笃定啊！可是没有想到录了音后，所以那个时候是礼拜三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大概礼拜五之前可能会可能就拜拜了。而且我就说，他第二天的行政院会一定不会去。那大家会想说，哎，可能当天就后来那天就当天就是复兴航空的事情嘛，大家也会过关，没有办法过关啊，因为这个事情太不寻常。潘姐，我再讲一下哈，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时候，其实都认为潘世伟这样子是非常的不 OK， 对不对哈？那这个行政院后来这个逼他辞退，也是觉得他不 OK， 他有犯法吗？他没有犯法，要犯法他被移送了嘛？那是道德上无限的想象空间的不适任，应该是这样子嘛？对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道德上无限想象空间的不适任。那太太听到他讲的时候，太太的感觉是什么？女生一定会气死啊！就是一种背叛啊！我的例子不一样，老婆，你听我啦，你的例子很重要，快点，你的例子。因为我不会像一般这种官员的太太一样处理 SOP 的危机啊。那所以你看，台湾其实每一个明代啊官员，他们的确标准作业程序就是太太一定要出来力挺。那这个先生在跟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讲从头到尾全部都是，你看这个周刊平常名声就不好，然后看到黑影就开枪，然后所以一切都是被栽赃等等，他一定会这样子扯嘛，一定会想在太太面前想尽办法证明清白啊，而且到最后一定会说这件事情啊，
这个如果你再不出面，江院长可能就会把我处理掉了。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关乎我的未来啊，我的工作生涯。所以这件事情一拿出来的时候，太太一定会觉得，哦，对，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。如果不出来的话，那他不是完了吗？但那么多年的感情，到最后都会有一点点的恻隐之心。不过那是其他人，我是没有这种恻隐之心。顺便表态一下。而且你看他那个潘水的影片，然后他还要在那边辩解一大堆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他进他秘书家是自己拿钥匙在开门呢。疑似啦，他拍拿钥匙开门，对啊，而且前后差两秒。他开他自己拿钥匙开门，把脚踏车牵进去。对，啊，如果你跟你女秘书谈公事，你的秘书会给你他家钥匙，而且女秘书还跟妹妹住呢。那妹妹不会觉得，哦，我坐在家里面可能穿得很清凉，在看电视，突然间有一个人自己开门进来，然后。是我姐姐的老板呢，还是部长？对呀，啊，还是部长。对啊，所以会不会冤枉他了？他们不是孤男寡女哎，那个房子还有别人。不是孤男寡女更惨。他拿着钥匙开门这件事情就够古怪了啦。我很好奇，这个潘太太在国外多久了？我不晓得他在国外，他是去度假的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哦，只是度假而已。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前几个礼拜的礼拜三，我们应该这样假设好了，礼拜三的晚上应该是他的所谓的夜骑夜，就是说，哎，欸。我要去运动啊，老婆，我去运动啊，两个小时回来以后，哦，真的是脚软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哎，很好啊，去运动很好啊，然后都跟老婆说去运动，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三啊，所以就每个礼拜三一定就固定一定要骑出去。